金针菇啊，你别再炒着吃了，像我这么做要是不好吃你就过来打死我。首先将金针菇去根儿，将这个金针菇啊给它撕成小朵，锅中烧水，下入金针菇焯水，焯两分钟就行。焯好了之后捞出头梁备用，攥干水分之后放入盆中，加入黄瓜丝、胡萝卜丝、香菜段，一点的蒜末，一点的盐和味素，大半勺的香醋，半勺的海鲜酱油，再加入一大勺的秘制辣椒油。趁屋里没人的时候啊，用你的右手给它抓拌均匀。视频都看到这儿了，手机有电的家人们就给老弟点个赞呗，就是对着屏幕点两下就行。老弟都这么说了，就给点一个吧，点一个。金针菇啊，这么做老好吃了，你学废了吗？